可能门锁了飞机或者办卡卡了头吧。可以送竹子吗？你还是送我一个电子产品吧。竹子虽然天然，但是它有点拿，就是有点刺挠。出于保护我，你还是要不送我个电动玩具吧。哦，家用电器。对呀、啊，哥们坐飞机或者别看你了，对呀、啊。挺轻微的吧，光看脸怎么就这么肤浅呢？是不是啊？怎么就只看脸了呢？当然要看看身材啊，是不是？被甜美的长相所欺骗。谁骗你了，对不对？请进我的包。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你怎么知道我穿36码的鞋子，宝宝？你怎么知道我穿36码的鞋子？这都被你发现了。是我大哥的领带啊，昨天来我家的时候忘在我家了，忘记拿走了，他就是这么粗心啊。
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轻轻的抱，哥们送的飞机或者班卡给了图吧。蛮好的，大地
亲亲我的宝宝，欢迎大家来到兔主播村。请求我的宝宝，骚话真的是一套一套的，也不知道谁教你们呢。可以告诉我谁教你们的这些骚话吗？我们很快就要12点了。我们的钻粉就优惠就快没有了，哥们送个飞机或者班卡给阿兔吧。你们这些话还不骚吗？我觉得已经很骚了吧。请进我的包。那你现实生活中怎么不勇敢一点呢？对吧？对吧？你应该勇敢一点，变态给他们看。我们送个飞机或者班卡给阿图呢，请进我的包。晚上好，欢迎我们的请进我的包。
到哥哥帮我凑个人头呢。挺轻微的包，晚上好。你接我的包，谢谢哥哥。哦，谢谢亲亲老公，说错了。谢谢，谢谢亲亲老公，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，可以送个飞机或者白卡片给兔哟，摸摸耳朵。能不能送个飞机或者半颗呀，土豆？请求我的抱。谁要骂我？谁要骂我？哥们送个飞机或者门卡给老兔吧。请求我的吧，送我吗？哥们送个飞机或者班卡给了土豆。请求土豆。晚上好，
过啊过啊，直接过啊，怎么不过啊？是不是？哦，意思就是让我啊，我懂了，我懂啊。挺轻的吧？刚刚送个飞机会的本卡给了土窑。有真好啊，有怎么好了？不大声一点告诉我，我怎么能知道我有多好啊？啊，你得告诉我我有多好啊！送个飞机不就知道了？西西哥哥，飞一个吗？请听我的包。看我的眼睛。眼睛是用来干嘛的，哥哥？啊，哥哥，告诉我，我怕你不知道。哄睡的我还好意思找你要礼物，对吧？哄睡的在直播间听不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哄睡我还找你要钱，这不都是做老婆的应该做的吗？是不是啊？先生，你又要自己刷吗？对吧，别吧，自己的刷，能不能节约一点？这个男人啊，这个男人能不能节约一点？这个男人怎么那么花钱啊？啊，老公，不要那么花钱啊，老公。是不是啊？怎么可以那么花钱呢？哥哥们送个飞机或者本科给我土哟。啊呜啊呜，真的有人败家，我生气了，好不容易攒一点家底都要被某些人给败光了。
是不是啊？是不是都要被某些人败光了？请机会的宝，欢迎大家来到阿兔直播间，可以给阿兔送个非机会的板卡哟。我们直播间一个板卡也可以的，只要哥哥送礼物，阿兔都是满心欢喜呀。送个飞机或者盆卡给阿土哟。全部都给我，你有多少啊？你就要全部给我，你别吓我呀，是不是啊？哥哥哥哥，晚上好。我吓坏了，他不会是想全部给我之后，以后就赖着我了吧？好恐怖啊，这个人！没有啊，不是说你啊，说的是刚刚那个要什么什么全部都给我的。他这样真的好吓人啊。真的好吓人啊。挺机会的吧，真的啊。
怎么就突然就啊哈哈哈哈哈。欢迎我们水塔哥哥，嗯，那边星星来了。其实呢，我就觉得你们都好有童年，为什么我都没有？我都没有看过蜡笔小新怎么办？欢迎我们的吉蒂哥哥，吉蒂哥哥晚上好。请求的吧。请进我的吧，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可以送个飞机或者白卡卡的图吗？天仙，谢谢老公的抓魂卡，谢谢。得啦，谢抓魂卡。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，可以送个飞机或者板卡给阿兔哟，请进我的包。有人在看电视啊？看什么电视啊？是我们斗鱼的礼物电视吗？
什么叫榜一老头啊？能不能尊重一点？那是我老公。真的，我生气了，居然喊我，就是喊我老公老头。没有他，你们有直播看吗？好气啊，打死，不尊重大哥。请听我的包，请进我的包。直播间不可以谈水哟，不过哥可以送个礼物给阿楚。虎虎，给人家开个钻粉吗？虎虎，人家想要钻粉，我们的钻粉还差四个，虎虎。可以给阿兔开个钻粉吗？对啊，我这么大，我大言不惭要个钻粉应该没事吧？反正我这么大嘛，对不对？不要下次嘛，就今天嘛，呼呼。我还不正经啊，那怎么样才正经啊？直妈腻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送个飞机或者本卡给阿土呢。请进我的包。
必须三分糖。去个厕所。去厕所了。
我想让我开罐头真的很不行，我的手没有力气。呀，我是个小废物。你家在哪里？可是妈妈说，对吧？老公没回来，不开，不能开。对，嘿嘿。但是我有开罐头秘招。就是首先把它咬漏气了，光是拧是拧不开的。吃一口吗？这是什么？你猜啊。给你吃吧。是不一样的，是单独的，它是单独的一个东西，知道吗？就是它里面，就是你在那个里面是找不到的，嗯。所以建议哥哥可以开一个哟，嗯，开一个吧，开一个，我的三星就有机会过了，不然他们都就是。不给我那个过，吃的是什么？吃的是好吃的，就补的呀，就。就这个，确实很不，是冰激凌吗？怎么每天都研究美女主播在吃什么？能不能发挥出你们的男人本色？对吧？研究我吃什么有什么意思啊，哥哥？
那不得研究点，别吃它了，吃吃我吧，对吧？吃什么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萌兔比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，对吧？吃它能有吃我补吗？来，以形补形，补我。你想补哪里，你就拿我身上开刀。感谢我们的跑跑，谢谢跑跑开通的钻石粉丝，谢谢我们的跑跑啊，解骆驼。哥们可以给阿兔凑个人头啊，我们凑个人头的话只要一毛钱就可以帮阿兔凑个人头了。谢谢哥哥，哇哦，这不得站起来感谢一下，谢谢，爱你哦。谢谢我的宝，晚上在梦里呀，要把我吃了，那可以快一点吗？不要让我等这么久。好吗？我才吃了一点点，就吃了这么一丢丢。大哥好不礼貌，那怎么办？对吧？要不你也不要对我礼貌好了，要不你也对我来过分一点，不要这么讲礼貌。像我今天都没有吃东西，我今天，今天上午吃了，大概早上8点钟的时候吃了一个粉，然后煮粉的时候我在吃瓜，就是看了一个瓜，把锅给煮糊了，害得我又拆了一包。对，我什么都没有吃。然后就出门了，出门了之后就喝了一杯瑞，然后我的瑞现在还在这里没有喝完，还有这么多。这都能开，这还不开吗？是不是？我们抓紧机会就是一顿开。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没有说，没有说吗？还是个小胖子，因为最近没有那个钱吃饭了，因为最近我要为一个男人氪金。他要的实在是太多了，我没有办法。知识付费，为知识付费。我是哪里的？
我是湖南的，湖南长沙的。没懂。长沙妹妹是这样说，女孩子叫妹斗，男孩子叫芒果，满锅满锅。长沙岳阳的。我直播间好像前段时间也有个岳阳的，然后被我禁言了。主播能那个吗？好像也把你禁言吧。哥们送个飞机会的单卡给杨兔吧。亲亲我的宝。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我36D，我能不凶吗？对不对？哥们送个飞机或者本卡给老兔吧。我们还差4个钻粉啊、哦嗯！有没有哥哥要成为我的钻粉大大的？还差4个哥哥。今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节目？那就要看哥哥你呀、啊，有没有想要什么特别的节目啊？有没有什么想要的 special 的节目啊？哦，抽个人头，稍等。不然我就要亏大了。谢谢，哇哦。谢谢大钻戒。想要我什么？所有，那哥哥，你想要我的所有，我只想要你的一个飞机而已啊！你都不给我啊，哥哥好坏。亲亲我的抱，
给我们送个飞机火车蛋糕，给奥托哟，请进我的包。不算，嘿嘿，五二零就全五呗。谢谢啊，谢谢，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爱上他。我的美甲就是多少钱？他掉色吗？不掉色哎。对啊，因为我都把它就是放在水里泡啊什么的，它都不掉色，而且很坚固，旁边呢也磨得特别的圆润，知道吗？也不会刮伤自己，非常好。什么新东西啊？那哥哥得开个专户给我啊！看看掉色吗？我的口红啊，那我其实比较建议哥哥送一支口红给我哎，因为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，是不是？你给我口红，我才能够给你。你说呢？是不是？人与人之间都是相互的吗？怎么样将心比心啊，我的宝。然后带我去东京和巴黎吗？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？那都是老皇帝了，哥哥，你现在在我这里送个飞机，对不对？咱们就能不能上点新货呀？给他们送个飞机或者板卡呀，土豆。哥可以直接送个飞机给我啊。请进我的包。
的衣襟真的很有感觉啊。哎，你好，那就要多跟我对话呀，是不是？亲亲我的包，晚上好。谢谢点赞。不要停啊！什么不要停啊？是你无表体吗？那你松就是了呀，对不对？不用不用考虑我的感受的，我可以啊。因为我感觉你错的不是很明显，可以送飞机给我了，不要相信他们那种的，他们那种可能都是骗你的，跟你说的天花乱坠，那骗完他们跑了，你去怎么搞？但是我的话，至少你还能找到我，对不对？学别的主播，你怎么不学学别的人送礼物呢？你就知道让我学。对吧，改变别人多难啊，不如先从自己做起好不好，自己都做不好还在这里要求别人，您可真是中国驰名双标呢，是不是中国驰名双标啊？哥们送个飞机或者本卡给我土包，亲亲我的包，
哥哥们送的飞机或者办卡给了兔妖。谢谢转粉卡，阿尼嘎多，阿尼嘎多ございます。原来是这样，哥们可以送飞机或者办卡给老图。哪有大主播？你又在这里羞羞我，我哪里大了？是不是啊？哦，我知道我哪里大了，是你的牌子吗？嗯，那确实有一点吧。是不是学过播音啊？嗯，学过的。职业选手，飘飘，是得用各种模式随意切换。欢迎大家来到兔女直播间，可以送个飞机或者本科给兔哟。亲亲我的包。吃的太饱啦，不要再送礼物了，吃的太饱啦。哥们送个会给会儿办卡给我吧，那过个五星就不要送了。哎呀真的就哎，过个五星就好了，送那么多干嘛，对吧？是，哎真是的，过个五星就好啦。嗯，哥们送个飞机或者本卡给老兔哟。亲亲我的包，亲亲我的大宝贝儿。谢谢点赞。
我觉得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太对了。给咱们送个飞机或者本卡给阿土吧，亲爱的。亲亲老公，他们都不理我。欢迎大家来到兔直播间。可以送个飞机或者板卡给图图吗？知道就好。行了，咱们就不能省着点花吗？买了城堡之后就要买那个灯光罩罩，你不会不给城堡带罩吧？啊，你不带罩罩？啊，不赖，危险。不碎的。家里来了一个小朋友，姑姑，这个是什么？嗯，没了。 BBQ 了。
那就很贵了。送给谁优惠者便利卡给儿童用。因为我很会敷衍自己，明天就去按摩，嘿嘿。欢迎大家来到阿兔直播间，怎么不跟我说话？喜欢听我的声音什么的吗？那你们就要多跟我说话，你们不跟我说话，那我一个人自言自语，我像个变态。是的呢，主要是回不起国，太贵了。没有姐姐。哦。确实，我就知道偷偷愿意开车，我是愿意开车啊，对啊，所以我学车我都花钱请个私教，我可太愿意花，我可太愿意了。
没有，我还是想在长沙定居的。谢谢板卡，哥们可以送个飞机或者板卡给狼图哟。
因为没有人理我呀。你们不睡，那我来睡好了。对，滴滴代睡，以后我就在直播间里滴滴代睡好了。亲亲我的包。举报一首，为什么要连夜举报一首？欢迎我秦燕哥哥，秦燕哥哥晚上好，秦燕哥哥，晚上好，妹妹。晚上好，哥哥。哥哥，晚上好。啊，好烧啊！我们看着就是不太正经的样子。喜欢不正经的，真的吗？可是我很紧哎，那可能不太合适。哥哥喜欢不紧的，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，亲亲我的包，亲亲我的包。谢我青燕哥哥，谢谢哥哥。
言情呀，哥哥，他们都不理我，怎么？给我们送个飞机或者盆看看啊，求我吧，请进我的吧。提起我的包，晚上好。提起我的包，
心的痛，直播前两个小时心的痛。说话这么大声音录你啊，因为我声音好听啊。对了，因为我声音好听啊。哥们送个飞机护主盘靠近耳朵吧。
我一天一顿也没有瘦啊，真的，我都要绝望了。主要是晚上都没有人理我。你带我怎么躺？横着躺还是竖着躺？我有你的发财。那你看，工作人员下班了吗？